龙哥，操，你不要这样，我请给屏幕前的年轻人们一句人生警告，发自肺腑的呗，发自肺腑的，有逼就操吧。Nice。啊，那就是我妈合作伙伴的外甥女。嗯。然后她二月份要来美国读高中。读高中是吧？对。可以的，有身份吗？身份显赫。跟你比起来呢？比我显赫。哇，比你都显赫。比我厉害多了，人家。哦，好的好的。对，反正有这么个逼。下来就需要他问我，他让我安排一个 B 来芝加哥，嗯，接他，你能睡一下宾馆，就帮他安排一个宾馆。不是，所以他没有住家什么的吗？我也不太清楚，反正他刚来好像是一个人的，你给他送到应该就可以了。哦，反正就是接一下机对吧？对，然后给他送一个宾馆，送一个宾馆就没了。应该对，他跟我说是这样。怎么样？有没有兴趣干这个事情？他要 pay 你 very generously。这是什么？那个吧。看起来好好吃哦！谢谢小明为我做的早餐。我21号要飞去别的地方，至于去哪里，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。所以，在哥村还有今天几号？还有3-4天的时间吧。然后家里粮食不够了，所以现在去中国超市买点吃的，买点米饭。家里米都没了。懒人火锅，你要吗？作为一个合格的大学生，你必须要有充足的方便面在家里。他新买的康师傅呢？新拉面。你看康师傅。热干面吧，好像没吃过热干面。不好，走你，我回家下面给你吃好不好？毕业一年了，嗯，有什么感想？就把信用卡还上了，可以哦，棒棒，棒棒哒，就是，这是一个已经上班了一年的人，就是知道自己拉的屎得自己擦屁股了这种感觉，可不是，关键是，然后他说就是你上次说的是你绝对不加满，我跟你说油价降低了就加满，这样才能省油。这样才能省钱。油价降低的不加满，是因为还有更低的油价。你为什么每次计算价降低的都会加满？你怎么知道哪次是最低？哎，我也不知道，所以我就在等啊，最合适的机会啊。来，预备，开始。这是一种思维，你知道吗？还是没有技术的。我觉得、是不是？哎，继续。我绝对怎么样？绝对是我为什么绝对不加满？因为我永远在去找最合适的机会。那说明你永远都没有得到这个机会。就相当于你这个车在你看来只有一半的油箱，对吧？我是你是一个7加仑的油箱，相当于是，所以说你跟每次都加满是没有区别的。我只是用这个加油来培养我这样一种的，就是这样一种模式思考模式，而不是说我赞同你喜欢思考的习惯，但是你要知道什么是正确，什么是错误。我是啊，我觉得生活习惯没有正确与错误。当然有了，我靠，我愿意抽烟就是错误的。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，小明今年是我们学校一个宿舍的宿管，也就意味着他经常要值班啊。值班的意思就是说他会经常在楼里面巡逻，看有哪个宿舍就很吵闹，而且或者在喝酒或者在抽大麻 whatever。然后现在是圣诞节，很多人都放假回家了，所以他叫我今天晚上陪他一起去巡逻。没想到我王贝宇有当宿管的这一天，谢谢你给我这次机会。不行，你走那边， okay. 然后到那个楼梯的口的时候，我忘记了。万一人家在啪啪啪怎么办？
不大方便打扰。Laundry Light 竟然不关，哎，这个素文做太失败了。你以前，所以你以前巡逻的时候，会发现几例喝酒的情况呢？到现在五例，本身能走快啊。行，给你们看一下大学宿舍长什么样，没有人吗？这个宿舍的灯饰跟我家有的一拼啊。嗯，不服气。啊，十二楼，还有一半，加油！我们两个人现在已经无聊到在洗衣房里面拍照了，因为整层楼一个人都没有，真的一点动静都没有，一点声音都没有，还挺好玩的。我们刚刚巡逻完了24楼到1楼，现在要和小明一起在他的楼层贴一些装饰画，这些都是小明自己做的。Good job。你觉得你当你宿管这半年最困难的是什么事情？最困难是让国际学生融入，就让中国人呗，说白了。对，会不会也太高了？那你觉得总体来说 ，in general， 你还会再选择当一次 RA 吗？不会，因为我觉得我该锻炼的都锻炼好了。但是，而且我觉得我要做更有意义的事情。而不有意义，也够有意义了，对我这个年龄来说够有意义，但我可能明年一长大一岁就觉得想做更有意义的事情。我已经有大概5-6年没有看到这种翻盖的手机了，这是小明他们宿管之间用的手机，用的特殊手机。这可能是我这一年看到过最复古的东西。帮小明巡逻完了他的宿舍，然后帮他贴了一些装饰画，现在差不多回家洗洗睡了。在拍第一季视频的时候，这个宿舍简直是我第二个家，因为当时小明住在这儿，秋裤他们也住在这儿，所以我就每天除了我的宿舍就跑到这个宿舍一起来，所以每次回 Morio 就会有特别多的回忆。但是我今天又忘记剪不一样的视频了，我明天无论如何一定要剪了。B 站上有人说我们是月更大佬，如果明天再不剪的话，真的成月更大佬了。离上次发视频已经有2个星期了吧？哎，行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拜拜。